是一个小学生，名字叫做维。昨天我最爱的狗狗去了天堂，我感到非常伤心难过。再来，哦，他要把他的狗狗带去买，为什么后面还有另外一只博美啊？那是博美犬吧？他把他埋在这里，是不是？看他在哭哎、欸，他在哭，这小女孩在哭哎、欸。他把他埋起来了，还帮他立一个墓碑。他把狗链给那个松开了，叫什么？放他回归自然。他离开了。可以跑步吗？不行。同时按住 R1 钮，哦 ，R1 可以冲刺，好，可以了。他冲刺好像 有跑跟没跑一样。哦，你看跑步的时候，下面会冒出一条线，然后那个线会慢慢往里面缩，是怎么样？我想试试看会怎么样。哦，变成绿色了，哦，不是绿色，黄色。然后他开始冒汗了，哦，要累了，要累了，要累了，累的，累了。然后到最后就停下来，是不是？啊，没办法了。跑步速度变慢了，等一下再讲哦。嗨，哎，小博美，不要乱跑，它是博美犬吧？是不是？还不知道跟他说什么。小博美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汪汪，你是谁？你是我的主人吗？为什么你找得到我？废话，你在草丛里在那边动，我都看到了。八七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下次不要动好了，草丛不要动，你就找不到了吧？那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不，好，没事。按下三角形。嘿，笨狗，去捡东西。哇，这怎么办？我回不去了，主人，我回不去了。这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怎么办？所以我真的过不去了吗？狗狗，怎么办？我过不去了。不，没关系，不管你刚去找的东西，找个什么木板之类的，赶快过来帮我撑住这边，我就可以过去了。哦，好主意，狗狗你真聪明。废话，你这个智商还不如一只狗啊！八七秀康，哈哈，跟狗一样笨。啊，不对，是比狗还要笨。干，我被狗狗骂了。然后后面怎么一堆那个房子？可是有点不太像是真的的感觉，是因为视线的远近吗？还是感觉好像妈的小人国？这可以讲话吗？不行。地藏菩萨，请问我该怎么救我的狗狗？哦，你要赶快去找一块木板来救它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立刻去。是的，你赶快去，不然你的狗狗就要死掉了。什么？地藏菩萨，你说什么？干，地藏菩萨都要骗我，可恶！这边有个小箱子，这干嘛？这什么东西？这箱子可以推吗？不行，不用。这边有个问号是怎样？这边干嘛？有个问号，箱子吗？把箱子拿到树底下。哦，好可爱哦！拿，
哦，金叹号可以互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干嘛？哎哎，不要啊，不要啦！喂，拿！What？ 什么东西？获得奖杯黄昏？等一下，这不太对吧？我做了什么啊？屁啦，什么鬼？我干！我他妈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发展呢，是怎样？哎，又出现了，这是叙事法吗？所以我们到最后会自杀，倒叙法吗？干，所以刚才那个主角那个桥被桥那个掉下来，是主角把桥踢掉，让那个狗狗说不要过来，我心已决，我要自杀了，我要自杀了，他是这样子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他的狗狗死掉，他太难过了，所以自杀了吗？哎，小妖，让你久等了，神奇宝贝，小妖让你久等了。小维，吓我一跳。抱歉，吓到你了。没关系，比起这个，也是，我们走吧。烟火就快要开始放了。哇！已经开始放了，不过很漂亮呢。没想到，今年是我们一起看烟火的最后一年了。因为小瑶就快要搬家了嘛。要是小瑶搬走的话，会变得很寂寞啊。我还是不要搬了。我不想跟小维分开。小瑶，小瑶是那个蓝色的，小维是那个女的，红色的。我要一直留在这镇上，要跟小维一直在一起。先别说那个了，烟火很美哦。人都来了，好好欣赏吧。小维，嗯，说的也是。案情不单纯啊，我们还是先不要太早下定论，搞不好人家刚刚上吊，然后那个这个蓝色。围巾蓝色那个蝴蝶结就赶快跑过来救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不要太快下结论，是不是？烟火结束了呢，烟火结束了。心里总是会一阵空虚，认真讲，小维，还是配一下好了，可是不要配太夸张。嗯，我们回家吧。
天色很暗，把手电筒拿出来用吧。我想想，这个要怎么开？Option。我靠，这个界面有点可爱。充电式的手电筒使用，感觉就像是小学生写的文字哦。使用触碰板可以切换，右操作杆可以切换照明的方向。把手电筒拿出来用，它跟在我后面。哦，快，跟我走吧。有人说这是不是倒叙法？先不要太急着下结论，我们先继续玩下去就知道了。这个电池，这个是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目标跟小瑶一起下山。靠杯，你看那个右边那个是日本的那个颜文字，就是日本的那个文字可以这样做。哎，那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？我刚看到有什么黑 OO 哎，那是鬼吗？话说两个小孩就这样跑出来也太危险了吧？哎哎，那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？靠！好吧，应该是我眼花了。或许我们应该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恐怖游戏比较好，可能要当成其他类型的游戏。总觉得有点可怕。小维，我可以牵你的手吗？可以啊。我们一起走吧。谢谢你。哦，要按着圈。老旧的布告栏上模糊字写着：“请珍惜生命。如有任何烦恼，请拨以下电话。”怎么会有心跳声？谁的心跳声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有心跳声？为什么有心跳声？为什么心跳越来越快？怎么了？小瑶，你怎么了？总觉得好像有听到奇怪的声音。是什么呢？就好像在呼唤着我似的。要去看看吗？试好了，我觉得要选试。我有手电筒，所以让我去看看吧。这在那边的草丛多好，等我哟。他现在有多好吗？必须去看看前面。我也听到了，他在呼唤我吗？在哪里？哎，前面有什么东西？地上有东西？这是？捡到红色的牵绳？为什么？先仔细调查看看。深红色的小狗用牵绳，我都用这个牵着茶子或小黑出去散步。这条牵绳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？对啊，我不是已经把它解开了吗？靠腰，小小，这什么东西？快跑！